沈阳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大家都知道，语言类节目是一台晚会必不可少的一道大菜，它就像什么呢？像你家房子上的梁，杀猪菜里的肠，鸡蛋里的黄，和姑爷心里的丈母娘，有命啊！所以我有幸请到了两位超级大腕，为大家表演一个精彩的节目。话说呢，这两位大腕腊月23应该已经上天了啊，不应该已经上飞机了，但是呢，这都快大年三十了，这人还是看不着，看来这腕儿就是腕儿啊。闪开闪开闪开，走走开，闪，你在这扒拉谁呢？管着吗？嗯，有请孙老师。孙老师，你这是干嘛去啊？常老师不是没来呢吗？常老师2分钟以后就来了。那我2分半以后再来。哎呀，别呀，孙老师，他不来。哎，常老师可算把你盼出来了。哎呀，哎，这孙老师干嘛呢？啊，孙老师2分半以后再回来。那我就3分钟以后再来。哎呀，别，常老师，不走了，孙老师，咱们都不走了。哎，快，哎呦，常老师，哎呀，哎呦，孙老师，久仰，养不好瞎养。我给您鞠躬了，我给您作揖了，我给您打签儿了，我给您磕一个，我给您磕，你来。不是，你怎么不再客气客气了？我也跪不下。是，听说了，系鞋带都费劲哈。哎呀，起来！哎呀，大家都是腕儿，是不是？大老远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孙老师啊，我呢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美丽的大辽阳。我跟常老师可不一样，我经常来咱们朝阳。嗯，沈阳啊，沈阳啊，沈阳啊，我的家乡沈阳，都是辽宁。不是，哎，对，活太多，干懵了。坐。哎呀，常老师，哎，嗯，那我就说一下我们这个作品好不好？再来了，谢谢。太好了。哎呀，导演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我呀，从腊月23到现在啊，一口饭没吃。啊。那肯定是饿坏了呀。是，要不您先吃。没事，咱们不要妨碍工作，您说您的。哎，好，太好了。其实我们来把那给我递过来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我们这个作品呢，其实把那个臭豆腐帮我打来。哎呦我，太好了。明白。常老师，嗯，要不然我们先对对词儿，孙老师那边还等着呢。我没问题啊，孙老师，哎呦我去，这鱼行不行？6斤7两，就他，逆水而上。好嘞，是。常老师吃的很朴素嘛，工作餐嘛，凑合得了。干嘛呢？我奏乐啊。你信不信我揍你？那我干啥呀？那等会儿呢，待着你玩去。去走。哎，活还没干完呢。对，这也太不敬业了，这演员。老师，让他走。嗯，哎呀，既然两位老师的嘴都站着呢，那我来说一说我们这个本儿好不好？哎，好，说。其实这次来呢，请二位老师。就。中间呢，然后由我一起。最后呢，大家我们一块儿，喝着呢，喝酒，牛酒哈，来，喝一个，干一个。尊敬导演，来敬天地啊！喝完了是不是？哎，那我继续说了啊，张老师，亮哥，谢谢。时间到了，该录视频了。我这吃饭呢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他们这帮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常闪亮，今天呢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最好的朋友。叫什么来着？好，是我最好的朋友甘阳。亮哥，嗯，甘底下还有个勾呢。好，
是我最好的朋友鱼钩。要不鱼羊？哎，是我最好的朋友鱼羊。对了吧，和鱼羊的结婚典礼，在这里祝他自己早生贵子。哎，亮哥，亮哥，鱼羊是个男的。不是，怎么那么麻？谁是鱼羊啊？很火吗？他就烦这种味儿，真是。这个，祝我的好朋友新郎和新娘鱼羊和鱼钩早生贵子，让他自己捡去吧。哎呦，瞧人多火呀！咱们就没朋友结婚吗？最近是没有，就是有要离婚的。离婚咱就不录了吧？录啊！哎，好，这都能录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超正，祝我的好朋友温暖和抱抱离婚快乐，就这么定了啊！老师，人家还没离呢，有的视频准离。哎呀，孙老师真是用心良苦啊！那是不快乐就不要过嘛，哎、是不是？是，不比常老师人气差吧？气人程度真是不相上下呀、啊！哎，哎哎哎哎哎，问问常老师完事儿了。哎，好嘞，我去问一下。哎。常老师，孙老师那边问，你这边完事儿了吗？那你去问问孙老师，完事儿了没有？好，孙老师，常老师那边问，你这边完事儿了吗？别！以常老师为主。好嘞，常老师，孙老师那边说，哎，别！以常老师这边为主。可千万别啊，咱们还是得以孙老师为主。好嘞，孙老师，常老师那边说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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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我来不了了，你来吧，累死我了我。啊，那你就先歇会儿啊。行，我歇会儿。哎，我怎么就歇上了呢？哎，常老师，亮哥，哎，时间到了。哎呀，哎，这样导演，我分析了一下他那条鱼啊、哎、一时半会儿先熟不了啊，给我五分钟我忙活点事儿啊。五分钟？哎，对对对。又干什么呀这？哎呀，宝宝们你们好，来给主播点个关注啊，关注主播不迷路，主播带你上高速。不要再给我刷礼物了，对，我都不知道嘉年华长什么样。哎呦，就长这样哈、啊、真懂事啊。来给我们榜一大哥点个关注啊。好，哎呦，我看看这是谁要跟我连线啊。哟，这不是，这是孙老师啊！哎呦，常老师，嘿，你看看，您这是在哪儿呢？我在辽阳啊！哎呦，巧了，我在朝阳呢。嘿，沈阳！孙老师，您看我们今天 PK 点什么呢 ？PK 点什么呢？这样，我们比一比谁气人。比一比谁欠削。我们还是比一比谁背词背得快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导演。那个，这我就得说您两句了啊，这是您的不对呀、啊，您是导演啊，是不是？您该说得说呀，我们都听您的呀，我们是来排练的呀。说的没错啊，哎，那边录结婚视频你没拦着呀，那边录离婚视频你也没拦着呀。你看你没拦着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行不行？下次二位再来辽阳的时候，沈阳，对对对对，沈阳，哎。既然二位这么想背词儿的话，哎，剧本呢已经发到二位的邮箱里了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早说呀，我这等半天呢，哎、我这去，哎，对，就这个。哎，导演，你看看，常老师，别着急，我怎么还关不上了呢？关不上的选人啊？选什么人？咱这排练呢，我哪能选谁啊？选程咬金，手上的东西。程咬金，好。哎，你看我这牌出什么？你这初二准没错。初二没错。没错，你这什么游戏啊？我这威乐游戏啊。威乐家乡游戏。地道家乡玩法哦，我知道这个免房卡、免下载、亲友娱乐全有威乐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告诉你，初二准没错，没错吗？没错。两位老师没有时间了、啊，谁没有时间？我快完了，行不行？孙老师不行了，谁不行？不是这鱼，他跟我杠上了，你说滚！杠到底了，我看不清。导演生气呀、啊！导演素质太低。啊导演，玩这么半天了，咱是不是该对词儿了？哎呦，我谢谢两位老师啊！这次请二位来朝阳呢，就沈阳，对，沈阳啊，我的家乡，对沈阳，不管是哪了。哎呀，我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呀，但是我憋在心里好长时间了，我必须得说呀，尤其是你啊，就是因为你，你是太过分了，啊，是不是？
怎么能这么对待工作呢？人品呢？艺德呢？迟到就不说了，啊，来这儿就摆谱，哼，一人吃一桌，你要脸吗？真是，啊，还常老师，常老师是吧？啊，是不是？就这还常老师？人家尊重你，管你叫一声老师啊？这我们这，你瞅你给你忙的，哎呦，你忙到正地儿上了吗？我们这科技是方便生产生活的，你这样不都成了阻碍生产生活的吗？还推塔走上路，你要在这儿下去，你就得走下坡路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孙超重，我告诉你，别光长体重不长修养，儒雅不是地位决定的，没有自信的人才耀武扬威呢。用那卢沟子扔开你的眼皮，看看这是哪儿？辽宁，我撸你，你是腕儿，撸你，你是串儿。这发生什么了？这是发生了？这屋里还有别人吗？那快出来我看看。二位这么骂自己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是觉悟了吗？这是。导演，别害怕。我们刚才那是逗你玩呢。哎，对喽，逗我玩呢。你们这一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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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逗我玩呢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给你们节目组点的，犒劳你们用的。啊，给我们的。那刚才你那个视频，你录像，那是给你们公众号录的幽默小视频，那不是帮你们宣传推广一下吗？那你刚才那个微乐游戏，你要有二伤。合着你们都在工作，就我一个人搁这玩呢，是不是？怎么才明白呢？这不是给你个惊喜吗？这哪是惊喜呀，这是惊吓呀，这是。哎，知道为什么逗你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你生气呀、啊、最可爱。啊？哎，来一个生一个。哼，你看，导演啊，其实我这个腊月二十三啊，就坐飞机去找孙老师，我们的节目早就排好了。哎。而且我们每个人啊都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，那不仅仅是一个工作，那是施展自我的一个舞台。嗯，这个戏唱得好不好，关键得看观众叫不叫好。对喽，要不检验检验，要给您看看。我通常大地住八天跑，好玩的地方真不少。你品你品你细品，辽宁是不是嘎嘎好？人热情话着笑，低价真面可劲造，穿棉袄吃雪糕，烧烤香味满街飘。酸菜要用两盆端，海鲜直接上铁锹，说的是啥就是啥呀，没有空味仔细挑啊。你造就完了，有人了。跟个松子笑开嘴，满嘴流油糖一锤呀！铁岭的葱，开河的蒜，城头的玉米光灿灿，这座金山也不换。透过山坡看名声，辽沈大地沐春风，一年更比一年旺，小康路上唱真情，大伟大爱是辽宁，大开大合真性情，多说别的。